今天来了很多的议员哈，我知道他们都是来看这个人气贴图网的，不是来看我的，也不是来参加的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台湾文博倒数一个月，那所以在八月二号，台湾文博即将在我们高雄正式登场啊。那所以啊，我们这一次也特别结合台湾 IP 高雄原创啊，高雄聊聊号的正式启动，来揭开序幕。那这一次最主要是有六个在我们 LINE 里面的人气贴图，包括猫宝宝啊、March Two、小海豹、小企鹅啊、他不正经啊啊等等这些的在网络上都非常受到好评的这个贴图。那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公益而且来热心的提供给我们他们原创的 IP 来作为这一次活动的这一个宣传使用。那这六位其实他们都是高雄人啊，这个也代表说其实高雄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热情奔放尤其在很多的这个文创里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这个轻轨结合了这些人气贴图，也是继我们的近百银河系到微光流动到这一次的这个六个原创的我们高雄的台湾 IP 这个部分再一次的配合我们轻轨这一个的启动那就希望说这个高雄聊聊号大家都可以多聊聊而且很有疗愈，来这里享受一下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文博各式各样台湾的这些文创的这些作品那其实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正是尤其是高雄又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港都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界限的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实现他们的一个梦想能够自由的创作这个也是最可贵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这位这个六个人气贴图的原创者能够共同让我们高雄能够更美丽，也认识到我们高雄的这个文创的一个潜力。我们即将正式启动，好，我们媒体拍照。马上看前面，谢谢。好，媒体提进可以了吗？我们还有下一个非常精彩，还有全凤议员。来，都是我们先一起上轻轨列车，我们高雄聊聊号，从今天开始。好，黄杰议员来，请上我们的高雄聊聊号列车。有看到医生议员，好不好？后面还有一点空间，再往后退。不好意思哦。